第十一章三哥赌博，许氏心里咽不下这口气。耽误，许氏轻轻笑了一声，放下手中的茶盏。当年晏殊为了救他，体力不知落水，他被救后，反倒躲进了假山，耽误晏殊。晏殊被救起来时，已经没了气，险险救活，也伤了脑子，人也成了残疾。侯爷，晏殊多么聪慧的孩子，你怎能说出这种话？ 他当年惊才艳艳，满京谁不称赞他？许氏只替儿子不值。小姑娘落水不是故意的，她躲起来也是害怕。晏殊的事已成定局，难不成还未了此事，与同僚生间隙？云娘，我在朝堂上举步维艰，你也替我想想。成婚后，他感觉到陆远泽的冷落，便时常逼着晏殊学习。几岁的晏殊就心疼母亲，通宵达旦的看书。 熬得眼睛通红，只为了在父亲面前给他争脸面。许氏嘴角耷拉着，谁也没资格替晏殊说原谅。谁说原谅？谁也去池子里溺着。跟我儿一样的处境，才能感同身受。许氏语气淡淡，陆远则眉头轻蹙，只觉温柔贤淑的夫人变了，不再事事以他为尊。想来，这段时日冷落他，心里存着气，故意要引起自己注意呢。 陆远则看了眼动怒的母亲，轻轻摇了摇头。好，云娘不原谅，便不原谅。他轻轻拍了拍许氏的手。没一会儿，许氏便以招招喂奶喂油，退了出去。临出门时，听得屋内轻声道：“非要你过去，出了这么大的丑，现在可好？乖孙可吓着了。”老夫人满口的亲昵和牵挂，少见的多了丝不满。许氏脚步微顿。 登之也听得此话，不由气红了眼睛。大公子还在府上躺着呢，他们倒还还记挂着外头的。慎言。许氏扫了一眼左右，登之才闷闷不乐的闭嘴。小公子呢？许氏捏了捏眼角，不由问道。身侧的丫鬟出来禀报，今日休息，小公子定然在听兰院看书呢。许氏便带着机人往听兰院而去。垂花门外站着个小厮。 小厮远远瞧见一行人浩浩荡荡而来，当即往屋内跑去。小厮要去报信了，我那好哥哥，正在干好事呢。小朝朝挥舞着爪子，一脸的兴奋。许氏脚步瞬间加快，拦住小厮。他话音刚落，便有人冲上去将小厮踢翻在地，压在地上不得动弹。瞧见夫人，为何慌慌张张跑路？登之怒声道：“小厮哆哆嗦嗦,嗦。” 一脸焦急，许氏也不说话，抬腿直冲冲入内。走在门外，就能听见压抑的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开大开大，大大大！被压着的小厮面色铁青，腿肚子都在打哆嗦。登之要去敲门，许氏抬手一拦，哪里悬顾得上世家主母的派头？他如今只是一个气疯了的母亲，一抬脚，就将大门踢开。要死啊！吓着小爷要你们好看！ 是谁找死呢？当心眼！陆元宵一手抓着头子，一手抓着钱，双眼赤红，俨然有了几分赌徒的架势。他一抬头，便见面色阴沉的许氏正冷冷的看着他。啪嗒，头子滚落到地上。陆元宵原本赌红了眼，此刻瞧见许氏，理智霎时回笼，只觉一股凉气直冲天灵盖，面色煞白。陆元宵膝,膝盖一软，跪在地上。 身形微微颤抖，身后跪了一地小厮，许氏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整个人都几乎被抽离了空气。庞福被人掐住了喉咙，你，你，许氏眼前一阵阵的晕眩。若不是昭昭，他到底要被瞒多久？夫人，灯之吓到了，小少爷，您糊涂啊！饶氏映雪都惊呆了，才八岁的孩子，竟然赌得上了头，赌多久了？ 许氏声音都在抖，登之扶着他，他才勉强坐下。陆元宵哪里见过母亲这般模样？母亲失望又震惊的眼神，几乎让他无所遁形。他带着哭腔开口：“娘，是儿子错了。儿子只学了三日。三日前，面色红润的小少年，此刻眼眶发黑，嘴角前的起了皮，连素来清爽的头发，都透着一股灰扑扑的颜色。你贪玩好耍。” 你顽劣不堪，娘念你年幼，从不与你计较。可你小小年纪，怎能沾惹赌博？这害人的东西，你怎么敢？许氏近乎咬牙切齿。到底谁教你的？许氏气得心口发麻。第十二章敲打老太太。奴仆在德善堂外集合时，老夫人正在用膳，外面吵吵闹闹,闹，成何体统？许氏怎么管家的？越发不像话。 玄说是什么京都名流之女，瞧着也就那模回事。当年我儿在他府上跪了三天三夜，还说什么下嫁。如今啊，许家全族都下了狱。老夫人面色露出一丝不屑。这几日雷劈一事闹得满城皆知，她这心里存着气呢。唯独许家被抄，她心里痛快。林嬷嬷正回来禀报，老夫人，说是三公子跟前的书童犯了错，这会让全院下人关刑呢。 林嬷嬷顿了顿，奴婢记得，那两个小厮，似乎从德善堂出去的。老夫人面色微沉，这不是打得善堂的脸吗？林嬷嬷扶着她站起身，便直接出门。门外小厮下人已经来齐，众人面色皆有些惊慌，纷纷看向绑在中央的两个书童。你这是胡闹什么？他们犯了什么错，就要杖责？世家大族，便是这般罔顾人命吗？老夫人拄着拐杖。 当众杖责他送的小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许氏对着老夫人行了一礼。老夫人，这两畜生竟然欺上瞒下，带着萧根儿去赌，把萧根儿引入歧途。他们是从德善堂出来的，又是母亲精心挑选，只怕故意欺瞒母亲。若不杖责以儆效尤，岂不是人人都能欺瞒您？这不知道的，还误会您故意教坏孙儿呢。许氏一脸怒容。老夫人听得赌博。 眉头狠狠一压，他朝两个书童看去，两个书童眼底皆是恐惧和祈求。老夫人救命！老夫人救命！是裴老夫人跟前的两个嬷嬷，猛的上前堵住了两个书童的嘴。老夫人眼皮子狂跳，这两个书童是裴娇娇送的，陆远泽的外事。许是瞥了他一眼，拳头缓缓握紧。今日，所有人睁大眼睛看着，看看被主是什么下场。 许氏一抬手，院里立马响起砰砰的声音，棍子敲打皮肉的声音。两个书童被捆在长凳上，被人死死堵住嘴巴，耳尖满是冷汗，眼神死死的看着老夫人。被堵住的嘴里，不断的发出呜咽声。一棍又一棍，一声比一声重。不过半个时辰，便血花四溅，血迹顺着长凳流了一地。两个书童面色青紫，嘴角已经溢出血迹。 浑身软塌塌的倒在凳子上，血肉糊成一团，所有下人都静了声，还有的丫鬟吓得哭了起来。老夫人吓得后退一步。老夫人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林嬷嬷感觉到老夫人的身子颤抖，低声道：“老夫人一闭眼，就能想起那两个书童血糊糊的倒在地上，一片血色。这次杖毙，不只是杖丫鬟，好似也打在了他身上，整个人都像是吓住了。” 被林默默半扶半抱的带了回去，吃着我的饭，砸着我的碗，你若想死，我也不拦着。许氏素来以贤惠出名，这还是第一次杖毙下人，府里人人自危。许氏打了一巴掌，又当着众人的面嘉奖了陆元宵的小厮，狠狠的敲打了一番，才将人放回去。娘亲威武，娘亲好厉害。许氏心里沉甸甸的，一眼也不曾看陆元宵。 陆元宵一步步跟在母亲身后，眼泪汪汪的。娘，我知道错了。他此刻才惊觉，自己到底有多危险。这三日，他完全迷失了自己。若不是母亲这一遭，只怕他再无可救的机会。娘，你别不理我。是儿子误入歧途，惹娘亲生气了。陆元宵跟着许氏进了屋，直挺挺的跪在地上，登之偷偷抹泪。侯爷养外室。 外事还生了儿女，满府都瞒着夫人，三个孩子又不成器，夫人处境艰难，谁又知道呢？许氏眼眶发红，上前扶起儿子，是娘对你关注太少，让人钻了空子。明明儿子三岁前懂事听话，怎么就成这般模样了呢？他心底的憋闷和委屈，无人可说，也无人可信。许氏亲自挑选了他身边的所有侍从，这才发现。 他院中竟然莫及人可信，心底满是后怕。唉，父亲养外事，外事的儿女聪慧伶俐，母亲的孩子，不是残就是纨绔，不思进取，还被退了婚，该怎么活呀？完全成了对照组。小家伙悠悠的叹了口气：“三哥不争气啊。”陆元宵哭泣的身形瞬间一滞，养，养什么？父亲，养外事。 他猛地抬起头，不是母亲的错，是元宵意志不坚定，是元宵贪玩，是元宵仗着爹娘的宠爱失了分寸。他说完顿了顿，不留痕迹的打量母亲。母亲不知何时，憔悴了许多，脸上也许久不见笑容了。爹娘，不能永远做元宵的后盾，元宵，也要努力进去啊！将来，娘还要靠你们呢。许氏轻声道，眼神有些恍惚。 爹爹疼爱娘亲，和娘亲是京城有名的恩爱夫妻。这京城谁不羡慕母亲？娘也可以靠爹爹啊！陆元宵故意说道。许氏摸着他的脸，身形微微晃了一下。爹爹，许氏沉默着没说话。陆元宵抿了抿唇，心头隐隐不安。待认错后，陪着母亲用了膳，又偷偷在听风院打听了一圈，才惊觉母亲生下朝朝两个月。 父亲竟然一次也不曾留宿院中，甚至连外祖父被抄家，他也不曾归家。他心底隐隐发麻。在他记忆里，父亲严厉但疼爱子女，爹娘和睦，感情极好。府中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姨娘。当年有丫鬟想要爬床，父亲震怒，直接将丫鬟发卖出去。母亲感动的落泪。这些年，父亲体贴入微，母亲也甘愿替他操持家里。 满京谁不称赞父亲是一心一意的好男人？可现在，乍然得知父亲养外室，甚至还生了子女，他只觉通体发凉。曾经，书童哄着他逃学，哄着他辱骂夫子，哄着他赌博。如今，他只觉恐惧。他是母亲的左臂右膀，他若被人斩断，不能成为母亲的倚仗，母亲该怎么活呢？当夜，陆元宵便将积了灰的四书五经翻出来。 坐在窗前认真研读，第十三章送上一场机缘。夫人，奴婢瞧着三公子当真学好了，昨儿回去便认真温书，今儿一早就来院里请安，这回去学堂了呢。您呀、啊，也该放心些了。登之替他揉着眉心。许氏莫说话。昨夜陆远泽回来了一趟，老夫人观刑后受惊，夜里就发起高热。陆远则兴冲冲来问罪。许氏莫忍住。 问他元宵误入歧途重要，还是照顾老夫人面子重要？陆远则一怒之下，夺了他的管家权，并且斥责他不敬婆母，让他在院中面壁思过，被禁足了。今儿一早，陆婉意还哭着上门，说他不想要管家权，是大哥无理取闹，许氏才将他哄回去。这思过还没半天呢，宫里的太监便上了门，夫人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让你进宫呢。 陆远则便急匆匆来请，登之撇了撇嘴，哈哈，真是打脸！禁足半天，侯爷就亲自来请夫人。陆远则面色也不好看，可他到底脸皮厚。云娘，到底何事要进宫啊？方才他去打听，公公只斜斜的瞥了他一眼，竟什么也不愿说。许氏只淡淡道：“妾身还在禁足，侯爷去吧。”陆远则面色一僵，此刻公公。 在门外等着，他只得叹了口气，放低身段道：“云娘，我不是怪罪你。母亲年纪大，亲眼见着送出去的书童被杖毙，母亲以为你敲打他，将他吓着了。父亲年轻时征战四方，母亲辛辛苦苦将我们拉扯大。父亲死后，他更是一人撑起这个家。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母亲？云娘，你是善解人意的女子。” 怎能如此不孝？你我夫妻一体，拿云娘当自己人，昨日才口不择言，还望云娘莫怪。陆远则皮相确实好，他放低身段时，眼中深情的好似只有你。以前，许是格外吃这一套。今日，哈，你母亲吃苦，跟我娘有什么关系？她的苦，又不是我娘造成的。孝心外包，可真孝 <laughs> 啊！ 小朝朝咕噜咕噜吐着口水，刚被噗啊，许氏瞬间被点醒，好贴切的孝心外包，可不是魔。当年老夫人病重，他没日没夜的侍疾，最后得美名的却是陆远泽。爹娘辛苦将我养大，如今全家下狱，侯爷却要我撇清关系，这又是什么孝呢？许氏默忍住呛了一句，陆远泽眉头微拧，眼神狐疑的看着他，许氏好像不一样了。 可许氏十几年的顺从不是装出来的，他将自己奉若神灵，说什么都听自己的。他最近脾气古怪，定然是气自己冷落他，吸引自己的注意呢。陆远则眉眼带出一丝得意，他花了十几年调教许氏，他又怎么会生出二心呢？知晓你心里有气，明儿我便托人去打点。许氏也莫说话，只梳洗片刻便出去接旨。陆远则想要跟上，太监却看了他一眼。 侯爷便在宫外候着吧，无诏不得进宫。他看了眼登枝抱着的襁褓，将陆家小姑娘带着吧。长公主念叨许久，惦记着呢。陆远则面色陡然一黑，连只有四十天的陆昭昭都受邀进宫了，妖祸！渣爹活该！小昭昭开心的直咧嘴。许氏心里想着，只怕是自己放进歪脖子树下的血书起了效果。许氏被迎进了宫内，劳烦公公照看昭昭。 许氏朝着登之点了点头，登之便在门外候着。御书房内，气氛压抑。许氏进来时，余光只瞥到父亲和大哥跪在中央，威严的明皇坐在堂前，他垂着头匍匐在地，臣父拜见陛下。一通流程下来，许氏已经出了一身汗。宣平帝莫说话，轻轻摆了摆手，太监便呈上笔墨纸砚。太监尖利的嗓音道。 请钟勇侯夫人提笔写几个字吧。许氏心头狂跳，但她也是见过世面的女子，此刻面上倒显出几分沉静。她抬手提笔，众人见不到她写的什么，站在跟前的太监却是眉头微微一颤。片刻，许氏放下笔，重新跪了下去。太监将笔墨呈上去，宣平帝瞧见纸上八个大字，沉默良久。许老太爷头发胡子发白，他虽是文臣。 但铁骨铮铮，脊背笔直的跪在地上。原本打算以死明志，可瞧见陛下请来女儿，徐老太爷落下一滴浑浊的泪。陛下，老臣认，这认罪还未说完呢。宣平帝便开怀大笑，双手抚掌：“好，好，好一个海晏河清，万象生平，好哈！”宣平帝竟是从桌后站了起来，直接下了白玉台阶。 上前将跪在地上的徐老太爷亲自扶了起来。老太傅，朕冤枉你了。你许家对北昭忠心耿耿，世代忠良，就连府中女儿亦是为北朝奉献一切。宣平帝很是感慨。这举报许家之人，当真其心可诛。宣平帝眉宇间染上一丝戾气。身后太监呈上血书，这便是从许家挖出来的东西。徐老太爷颤抖着爬起来。 看着那字字泣血，愣了愣。这上面是鲜血抄写的佛经，可见虔诚。以及那句“愿以三十年寿命祈求北昭国太平安，愿陛下平安康泰，福寿绵长”。最角落还签了许家所有子孙的名字，每个人的字迹大不相同，每个人的名字上都按了血手印。许家全族子孙都是好样的。宣平帝点了点头。 许老叶子心尖尖一颤，全家只有许时云会全家所有人的笔记，但从未宣扬过。许时云手心却满是冷汗，幸好他会全家笔记一事，连陆远泽也不曾说。若不是他提前换下木偶，只怕今日许家必定血溅三尺。臣父虽是女儿身，但自幼得爹娘教诲，许家儿女以报效朝廷为己任，许家全族皆以此为信念。臣父居于后院。 只能整日祈求上天为陛下天福天寿，让陛下见笑了。许氏磕了个头，皇帝爽朗的大笑：“许爱卿，你们教出来个好女儿，好子孙啊！许家全族都是好样的。”他又将许一亭扶起来，许一亭便是许家长子，许世云的亲大哥，委屈许爱卿了。皇帝心情似乎极好。原本许家身居高位，他对许家还有些忌惮。 可此刻也不知不觉消散，他拍了拍许一婷的肩膀。许家对北昭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。来人啊，赐许爱卿尚书令一职，即日上任。许一婷眉目冷冽，整个人都极其沉静。此刻更是高声跪下：“臣定不负陛下期望。”好，皇帝眉宇皆是喜意。许氏虽未闺阁妇人，但其心系北昭，封以三品诰命。 你指吧，皇帝对那句“三十年寿元换平安康健”，帝心甚慰。门外支起耳朵的陆昭昭，哈哈哈！哈，渣爹混了三十六年，靠着先是余音才得的四品官儿，我娘三品了，要气死渣爹！御书房内的许一婷双眼少有的迷茫，他产生幻听了。第十四章抱上金大腿。许家人退出了御书房，许诗云死死的咬着唇。 才克制自己没有哭出来，爹爹，大哥，你们受苦了。他红着眼睛，几乎不敢去看父兄的眼睛。十八年啊，他拒绝娘家十八年了。徐一婷被冤枉莫哭，全家下狱莫哭。此刻瞧见妹妹耷拉着脑袋喊自己，差点猛男落泪。他抬了抬手，声音干涩：“别哭，刚出月子，哭了以后眼睛疼。”他们寻了个僻静的地儿。 也没提许家被冤枉之事，这便是昭昭吧？许一婷偷,偷偷爬墙看过他，长得真好看，这就是他想象中的女儿啊！许氏急忙擦了眼泪，对，爹爹，大哥，这是昭昭，出生四十天，还是个奶娃娃呢。外祖父，带舅舅，略带奶音的声音在两人耳边炸开，炸得老祖父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倒在地上，果然老了。 都幻听了，徐老太爷曾为帝师，位极人臣，乃当朝太傅，早已致仕养老。如今许家靠许一亭在朝堂上走动，许一亭今年四十，便坐到了正二品的位置，一跃成为京城的香饽饽。原本以为要以命相搏，保全许家，却不想还一步登天，荣登二品。此刻两人皆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襁褓，陆昭昭也极其给面子。 咧着没牙的嘴，牙龈全都露了出来。命定的结局，外祖父要撞死在御书房，大舅舅一人挑起全家罪责，斩首示众。真好，外祖父活着，大舅舅也活着，大舅舅还升官了。两个大男人眼皮子直跳。老太爷，他打算以死明志，没告诉任何人。许一婷，他打算一人扛起罪责，也没告诉任何人。 两人的眼光落在婴儿身上，只可惜，我外祖母要死了，本就年迈，又在牢中搓磨一回，整日提心吊胆，怕是快撑不住了。许氏猛的一跳，还未说话，便听得父兄道：“你母亲和族中长辈还在牢中，我先将他们接出来。妹妹，我明日便登门。今日长公主要现昭昭，妹妹便不与哥哥去接母亲了。”许氏抹了把泪。 他只觉为了陆远泽与娘家断绝关系，是多么愚蠢的行为。我来之前带了大夫，你带大夫同去吧。许一婷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，只觉妹妹今日有备而来，可此刻来不及深究。他看了眼昭昭，便带着老父亲匆,匆匆离去。许氏寻了个小太监，给了些银子，找了个地方梳洗一番，便随着嬷嬷去了坤宁宫。许氏尚在闺中时，便与长公主有些情分。 在坤宁宫也混了个脸熟，许夫人，还望多劝谢公主几分。嬷嬷叹了口气，她与驸马成婚十几年，至今无子，让驸马挑个通房，或是妾室，生下孩子养在身边，也算有后啊。即便贵为公主，膝下无子，也是备受煎熬的。小昭昭想起满月时的温柔妇人，她子女宫暗淡，确实是无子无女的命，许氏莫应生。 他知道长公主有多期待有个自己的孩子，进了殿内，长公主的哭声才稍稍压抑着停下。快将孩子抱上来！他回来三日便惦记了三日，快给哀家看看，到底多好看的女娃！许是刚刚拜下去，太后便开口赐座。太后见长公主哭得厉害，有意转移话题，哪知陆朝朝抱上来，她就愣住了。这孩子眉心一抹红。 可是涂染上色，他摸了摸陆昭昭眉心的那抹红点，许氏行完礼，浅浅笑了一声，回禀太后：“太后娘娘，这刚满月的孩子，哪能给他点红啊？这孩子眉心生来一抹红，臣妾见了也颇为惊异。这孩子眉心一抹红，反倒瞧着有些悲天悯人的模样。这模样，生得可真好。太后见了都忍不住取下长甲。” 朝着陆昭昭伸了伸手，小胖墩能吃能喝，长得圆滚滚、胖乎乎的，又被打扮的浑身喜气，看着便让人心痒痒。陆昭昭挥舞着小肉手，便扑了上去。哎呦，小心娘娘！许氏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。小胖墩可不轻，太后刚被奶香糊了一脸，就被小家伙吧唧一口，啃在了他脸上。许氏吓得面色巨变，扑通一声跪下。 我亲到了世界上最高贵的女人，母啊！许氏差点晕过去。太后笑得合不拢嘴。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最喜欢孩子的亲近。民间一直有传闻，孩子现了老人哭泣，那老人必定有灾；若孩子欢喜，老人便是有福。太后威严，平日里谁见了她不战战兢兢？如今出现一个陆昭昭，可把她欢喜的眉开眼笑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哀家无事。 连长公主都忘了哭泣，红肿着一双眼睛抬头看过去，这便是儿臣的梦中闺女啊！他对孩子的所有幻想，陆昭昭站齐了，他怎么甘心把驸马送给通房，怎么甘心养妾室的孩子？这是在他心上剜肉啊！长公主又要哭了，你呀，就放宽心，若生下孩子，便去母留子，养在跟前与亲生没有两样。哀家知晓你与驸马伉俪情深。 可你膝下无子，驸马又能等你多少年？这几年，驸马越发等不及了，与公主闹好几次。小朝昭趴在太后怀里，眼珠子滴流滴流的看着长公主，长公主心如死灰，哀哀的问道：“你也觉得姑姑生不了吗？”她看着小朝昭，呢喃的问道：“或许，母后是对的，驸马已经给了她十几年机会。”啊，哎呀。 细嫩的奶音响起，他看着长公主，嘴巴呀呀急切的叫个不停，生生生生孩子多简单，回去我就给你赐个孩子，你想男孩女孩？他撅着个嘴巴，庞福说个不停，许是眼皮子狂跳，他这闺女，生气的时候能用雷劈人，还能给人赐孩子，他想制止，可长公主偏偏问道：“你说我生不了？”话音刚落。 小家伙双手费力的叉腰，小脸憋得通红，朝他喷口水，舌头咕噜咕噜个不停，口水都飞出来了。长公主有些惊异，又试探着问道：“你说姑姑能生？她疯了，竟然问两个月的孩子？”让他更惊讶的一幕出现了，小奶娃口水不吐了，咧着嘴笑到了后脑勺，胖手手疯狂的鼓掌，拍的啪嗒啪嗒作响。长公主欢喜的直乐，母后。 昭昭都说我能生，在再给儿臣三个月吧。三个月后，若儿臣依然没怀孕，便便给她纳妾。一切都依母后做主。长公主定了心思，跪在太后脚下。她知道，这次是她婆婆进宫求了太后恩典，这是她最后的机会。第十五章，昭昭次子。太后呆呆的看着她，这俩人对话的极其丝滑，丝毫没明白。 他是怎么和两个月婴儿交流的？可瞧见向来骄纵的女儿，卑微到了尘埃，只得点头应下。依你便是。三个月后，再不得推脱。长公主抹了把眼泪，从地上爬起来。昭昭，你可真是本宫的心肝宝贝。云娘，你生了个好女儿。长公主看得恋恋不舍，这就是她的梦中情娃啊。生，十个八个都给你赐。 小家伙胖手一挥，许氏眼皮子直跳，忙将女儿接过来。长公主殿下，昭昭还是个孩子，什么也不懂，这当不得真。长公主成婚十几年，看过无数太医，都不曾有孕。若三个月内莫怀上，怪昭昭怎么办？长公主抿着唇笑：“你放心，本宫明白。”许氏爱女心切，她懂的。 但他这次莫名的相信昭昭，百善吧。太后有意留许氏在宫中用膳，多陪陪长女。宫宴繁琐，规矩众多，但御膳房的佳肴亦是可口。嬷嬷抱着陆昭昭，陆昭昭闻见香味儿，黑黝黝的眼珠子便亮了起来。肉，肉，好想吃肉，给我吃一块，给我尝尝。小朝昭张着嘴，稚嫩的声音不停的呀呀喊。 不行，给我舔舔盘子也行啊！许氏冷汗都快下来了，快抱到本宫身边来。长公主让嬷嬷将孩子递给她，馋嘴了，你还没长牙呢，等百日开荤给你沾点肉芯儿啊！长公主越看越喜欢，可真是长在她心巴上，怎么就不能指定生这样的呢？长公主少见的单手抱着他，单手执住，皇室礼仪都顾不上。长公主抬起银柱，夹了一筷子，正要放进嘴里。 哪知，从怀里伸出一只又短又圆润的小爪子，飞快的攥住了筷子，抓住筷子上的那块软肉，死命的往嘴里塞。许氏吓出一身冷汗，冲上前便抓住他的手：“快来人！”许氏从听见他心声就一直注意着，差点就让他得逞。这不到两个月，牙齿都磨长，若噎住该怎么办？太后都给看懵了。哎呀，这家伙手脚可真快！ 本宫都莫反应过来，长公主虽未养育孩子，但也有常识，给惊出一身冷汗。两人生怕伤着她，只得一点点掰开她的小肉手，将里边的肉取出来。陆昭昭急得冒眼泪，肉，我的肉！她在许氏脑子里嗷嗷哭,哭。许氏又气又笑，等你长牙，娘天天都给你做肉吃啊！快松开，这肉你吃不得。许氏连哄带骗。 才将他手上的荤菜取出来，只是手上的油芯儿，坚决不让洗，紧紧的握成个小拳头，时不时塞进嘴里嗦两口。精致白嫩的小脸上，很是满足。陆昭昭悠悠的叹了口气，重来一世，除了实力能保留，他的心性想法却在慢慢成为一个孩子。这便是天道的束缚。吸溜，嗦了一口油芯，儿，好刺。世上最快的便是婴儿的手。 这话果然不假，长公主一脸震惊，这手快的她都没抓住。为了防止她抓晚，只得降路招招远远爆开。待许氏用了午膳，才带他出宫。这孩子讨喜，又是头一回进宫，哀家可得赏点东西。太后大手一挥，便赏了无数珠宝头面。小家伙最喜欢的便是那个象征着平安健康的金苹果，抱着就不撒手。长公主有意敲打钟永侯。 便刺下一颗硕大的夜明珠，云娘，听说，侯爷原本购置了十八颗夜明珠，他语气顿了顿，他知道好友有多爱钟永侯，几乎爱到失去自我，以他为命，可夜明珠，只有一颗送到了昭昭手里，他也没多说，好友不爱听钟永侯的坏话，他只能点到即止。许氏沉默着低头，长公主叹了口气，出宫的路上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 这金子是真的吗？小朝朝双手抱着金苹果，啃得满嘴哈喇子。许氏吸了口气，他怎么生出个财迷？他哪里知道，修真界最穷的就是剑修。陆昭昭还是个剑修老祖，这辈子兜里就莫拥有过钱财。回娘家瞧瞧，看看母亲如何了。许氏吩咐了一声，登之立马差人去打听。许氏回到忠勇侯府时，已经华灯初上。 他刚进门，陆远则便收到消息，急急追了出来。他眉眼都是汗，少见的焦急。云娘，岳父一家怎么出狱了？说完，四是觉得语气不对，忙又一句：“云娘，下午我联合了几位大臣，想要替岳父说情，这求情书还未呈上去，岳父便归家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求情书捏在手里，似乎焦急不已。许氏微敛着眉。 神色有些疲倦，圣上误会许家，给大哥家关进绝了。他眉宇含着笑意，仔细看去，果然发现陆远则眼中闪过一抹憎恶。不知谁举报，许家歪脖子大柳树下有巫蛊之物，哪有什么巫蛊之术？只有许家的爱国之心，里面埋的呀。许氏卖了个关子，陆远则心都提了起来。埋着什么？他语气有些冷，埋着许家。 为朝廷愿意奉献一切的忠心呀、啊！许氏说完，身后的丫鬟还多了一句嘴：“咱们还得感谢举报人呢，否则许家哪有这造化？大老爷升任正二品，这可比老太爷升迁还快。许家呀，又要重新起来了。”觉下瞥了钟永侯一眼，钟永侯面色霎时惨白，拳头死死的握着，强忍着突如其来的冲击。真，真是好造化！他微微吸了口气。 还不止这场造化呢，咱们夫人得陛下嘉奖，赐三品诰命，明日一早，圣旨就下来了。映雪高昂着头，他家夫人年轻时便名动京城，若不是常年被陆远则打压，哪里会成这兔丝花模样？这次，陆远则眼睛都红了。侯爷在朝堂上走动，云娘也不能拖后腿呀。他嫉妒了，他嫉妒了，岳父比他门第高，连媳妇儿都比他品级高。 哈哈哈！哈，<laughs> 他嫉妒的眼睛都红了。陆昭昭在心里狂笑，软饭硬吃的渣男，活该。第十六章恶毒小姑子。陆远泽自尊心极强，当年他求娶许家嫡女，便被人暗地里嗤笑。许家官至一品，几个兄弟皆是人中龙凤，对唯一的女儿许时云疼入骨，那是真正的高门嫡女。而忠勇侯府呢，老侯爷去世后。 侯府变成了个空壳子，且因着陆远则身子骨不好，自幼从文，更是举步维艰，求娶许家女，当真痴心妄想。谁知许时云被他那副好皮囊所骗，当真非他不嫁。出嫁后，无意得知陆远则面对他父兄时的窘迫和自卑，他为了陆远则的自尊心，便断了与娘家的联系。此刻，他正三品的诰命夫人，比陆远则还高一阶。 虽然官职与告命并无对比性，但他心里就是有种隐秘的痛快。云娘心性纯良，贤良大度，告命之身是云娘该得的。倒是我无用，不能给云娘挣一个告命回来。陆远则轻轻吐出一口浊气。当年父亲也曾为母亲请封告命，却被陛下拒了。如今他就像被扇了响亮的一巴掌。许是笑笑莫说话。若是往常。 只怕他又该自我贬低到尘埃，只为取悦他了吧？爹娘出狱，大哥升任，明日我想回府一趟。许氏带着浅浅的笑意，他现在就恨不得立马回家。陆远则轻轻嗯了一声，何该上门道贺？扎爹要气死了！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还给许家送场大机缘，活该活该！略略略，小家伙吐槽个不停，这让许氏心底的郁气散了几分。 许氏回府没多久，陆婉意便亲自将管家权送了上来。嫂子，你终于回府啦，这，这管家权不是我争的，是大哥强行塞来的。他手足无措的解释，嘟囔着红了眼眶。许氏是真心疼爱他的。他进门时，陆婉意才三岁，当时老爷子身子不好，老太太彻夜候着，陆婉意便睡在他房中，是他一日日哄大的。我怎会怪你？ 咱俩亲如母女，我还不知你为人。他见陆晚意手凉，还特意端来一杯茶给他暖身子，是陆晚意最喜欢的雨前龙井。陆晚意气哼哼一声：“大哥不分青红皂白怪罪嫂子，回头我找他算账。他若敢欺负你，我便不认他这个大哥。”他那气恼的样子，倒让许氏心里暖洋洋的。这陆家，大概只有陆晚意对他真心了吧？你大哥心里真的有我吗？ 许氏神情恍惚了一瞬，不自觉呢喃一句：“陆婉意，怔了怔，随即亲昵的拉着许氏：‘大嫂，我大哥虽然混账了一些，但对你可是真心的。当年他在许家门前跪了三天三夜，才娶回来的宝贝疙瘩呢。你瞧瞧这么多年，他身边一个莺莺燕燕都没有，这全京城都知晓他的痴情。他要是胡来，我头一个不答应。我可是嫂子的贴心小棉袄。’” 我给你通风报信，外面的小杂碎，一个别想进来。陆婉意嗤笑一声，亲昵的靠在许氏肩头。许氏心头欲贴极了。陆昭昭正好睡醒，砸吧砸吧嘴，小棉袄，不行，我才是酿亲永不漏风的小棉袄。他漏风，他漏风。酿亲生产前一个月，他压根没回老宅，他去给外室伺候月子了。谁也不能抢我小棉袄的位置。哼哼。 欺负我不会说话，等我会说话了，骂你个狗血淋头。许氏抱着陆婉意的手，缓缓僵硬。许氏指尖轻轻颤了颤。怎么了，嫂子？陆婉意笑眯眯的，一副如沐的模样。老太太生她时，已经年迈，她算是老来的女，也因为老太太年迈，一直是许氏教养她。许氏对她倾注的心血，比亲生孩子更多。嫂子，上次新科状元的事。 陆婉意面颊桃红，隐隐泛着羞涩。陆婉意轻咬着下唇，她今年已经十九，不能再拖了。嫂子上次说帮婉意打听打听，新科状元打马游街，她便是在围观时看上的，瞧这模样，俨然动了心。若是没听见陆朝朝的心声，只怕现在许氏早已满口应下。可现在，许氏摸了摸她的发梢，当年我穿着嫁衣进门，你刚学会走路。 跌跌撞撞便冲上来抱住我的腿，叫我娘。这一幕，我至今忘不了。疼你，总比几个哥儿还多几分。陆婉意眉眼一怔，似乎不敢看他的眼睛，微微移开了眸子。那时年幼，闹了笑话，幸好嫂子待我如亲女儿。他的礼仪，皆是许氏所教。许氏深深的看了他一眼。新科状元，我会替你多相看相看。但我到底是你嫂子。 亲事啊，还得母亲拿主意。陆婉意抿了抿唇，勉强应下。若是以前，许氏早已大包大揽，把全京城的好男儿画像，连同家世品性都查得干干净净，送他面前，让他挑。许家在京中的能量，可见一斑。若有许氏说亲，陆婉意的亲事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可如今，他推给了母亲。母亲乡下来的。 又没石磨手帕胶，能找什么好人家？带路婉意离开，许氏脸色陡然一沉。夫人，您之前不是说老太傅关门弟子颇有才情，要将他说给婉意姑娘吗？登之刚从库房备好明日的礼，你去查一查，他二月是否回了清溪老宅？清溪距离京城三日路程，总能查到痕迹。登之顿了顿，随即应下。晚膳时。 陆元宵正好从书院回来，满身疲惫，好似褪去了一身的反骨。母亲，我来陪您用膳。陆元宵强撑起笑脸，他试图补回过去的学业，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他今日学得很吃力。元宵哥儿懂事了，登之心里琢磨着，有三公子陪着，夫人心里也好受几分。也不知你二哥什么时候回来。许氏叹了口气，二哥出门研学。 年前定能归家，元宵低声道。母子俩吃完饭，陆元宵便道：“我要去看妹妹了。”说着便钻进了隔间。兄妹俩感情倒是极好。登之捂着嘴直乐。小昭昭一抬眸，就瞧见了冤种三哥。第十七章重回娘家。三哥苦着脸趴在他床前：“呜、嗯<哼>，妹妹，我好心累啊，读书好累好累，我心里苦啊。” 虽然我没读过书，但读书能有多难？陆昭昭吐着泡泡。陆元宵心里不服气：“妹妹，你还小，没有受过毒打，读书可难可难啊，是天下最难的事。我给你念几句听听啊，保管你听得打瞌睡。”陆元宵贼兮兮的掏出一本《三字经》，学了三年，他连《三字经》都没念完，盘腿坐在摇篮前，低声念叨：“天下第一苦。” 就是读书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小胖墩背了几句就磕磕绊绊，然后照着书念：父子亲，夫妇顺。啊、呃，十二只子至害。小胖墩挠了挠头，刚放下书，便听得脑海中的小娃娃絮絮叨叨念了起来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父子亲，夫妇顺。小家伙说话。 带着一股稚嫩，连三哥结巴的地方都背了出来。啪嗒，陆元宵的《三字经》落在地上，他目瞪口呆的看着摇篮里的娃娃，这不是有脑子就能学会的。我这三哥真的好笨哦。算了，等我长大，养着他吧，当个吉祥物也挺好的。陆朝朝悠悠的叹了口气，有个脑子就能学会的。陆元宵哇的一声，抱着书，哭着夺门而出，太受刺激。 太受伤了，他连出生两个月的妹妹都比不过。许氏皱着眉头，不知所措。快去看看，元宵怎么了？方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哭的这般崩溃？好似整个世界都塌了。被许氏抓住赌博时都没这么崩溃。陆昭昭一脸无语，只觉得三哥蠢笨如猪，还情绪不定，男人心，海底针，我将来就不捞针，我要整个海。陆昭昭迷迷糊糊,糊的，没一会儿。 便熟睡过去。夜里，陆昭昭四仰八叉的躺在小床上，露出白净的圆鼓鼓的小肚子。泛黄的油灯下，许氏给他拉了拉颈背，陆昭昭却是似醒非醒的被拉到了一场梦中。梦中白茫茫一片，陆昭昭受到某种感召而来，是有人对他祈祷：“信女愿终生食宿，一生供奉昭昭，只求昭昭赐下一男半女，若是能长得有几分像昭昭。” 那就更好了，长公主梦中祈祷，一睁眼，便瞧见陆朝朝出现在她眼前。朝朝，长公主怔了一下，她求子十几年，看过无数太医，拜过漫天神佛，这还是头一回梦见朝朝。没成想，她梦里的朝朝说：“你要孩子不要？男孩、女孩，或是男女都可。”小家伙的声音，比她想象的更软糯，甜丝丝的。 甜到了心里，都行都行，我不挑，他哪里还敢挑？但凡给他个孩子，他都能高兴的跳起来。陆昭昭朝,朝着他摊开手，从长公主身上溢出一丝丝功德金光。嗯，你一生行善，得此灵儿，是你应该的。赐你一对双生子吧。陆昭昭抽取完功德金光，一抹光芒弹入长公主腹中，身形便直接消散在梦中。 此刻的公主府，昭昭，长公主猛地从床上惊醒，长公主满头大汗，心中惊疑不定。驸马被她惊醒，丫鬟点了灯，屋中温暖一片。玉儿，可是梦夜了？驸马与她成婚十四年，两人恩爱有加，若不是因为子嗣，便是一对完美璧人。你白日里说喜欢昭昭，怎么梦里都喊着她的名字？驸马知道她喜欢昭昭。 没想到，他竟这般喜爱。长公主抬手摸着腹部，此刻，她竟觉得腹中暖洋洋的，好似有一团火。她勾着驸马的脖子，翻身而起，呼吸交缠。她低吟道：“相公，今日我一定能怀上孩子。”油灯下，长公主面色潮红，眼中有种莫名的信念。驸马心头微热，对她疼惜又心动。丫鬟悄无声息的退了下去。 成婚十四年的夫妇，彻夜未眠。第二日一早，带路朝朝醒来，已经穿戴一新上了马车。夫人，您别担心，老爷夫人不会怪您的，他最疼您。登之见他忐忑，浅声安慰。许氏抿了抿唇，莫说话。嫁出去十几年未归，他到底多糊涂啊！侯爷呢？下马车时，瞧见许家门楣，许氏恍惚了一瞬。 侯爷昨晚便不曾回府，早上差人来信，说是午膳前赶回来。登之低声道：“许氏面上毫无波澜，心头的剧痛只他一人明白。”他刚出现，许家门房便大喊一声：“姑奶奶回来了！姑奶奶回家了！”门房冲进门，大声呼喊。许氏一路走进大门，嫁出来十几年，府中还是记忆中的模样。府中丫鬟献了他，皆是行了个大礼：“云姑娘安。” 这是他尚在闺中时的称呼，所有人都亲切的唤她云姑娘。砰砰砰，她刚过垂花门，便瞧见门外在放烟花。姑奶奶嫁出去十几年未归，这烟花呀，日日备着，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放。嬷嬷匆忙赶来，瞧见她便落泪。老夫人，和几个嫂子都在等您呢。嬷嬷亲自抱过陆昭昭，心底惊了一下，这孩子模样真好。 六月的天，微有些炎热。陆昭昭露出藕节似的胳膊，咯吱咯吱笑着，让人见了便心生喜欢。谢谢王嬷嬷。许诗云眼眶含泪，站在大门口，心中有些胆怯。吱呀一声，厚重的大门推开。在牢中待了几日的老夫人，强撑着疲惫，殷切的抬头朝外张望。许是与母亲对视的刹那，泪如雨下。她颤抖着进门，跪在堂前。 哭泣着换了一句：“母亲，女儿回来看您了。”便哽咽着说不出话。“你这个狠心的丫头，你要气死娘啊！”老太君素来稳重，举手投足皆是大家风范，此刻哭得肝肠寸断，一边轻轻的捶打许氏，一边哭：“你怎么就不回来看看啊？”娘只不过在你成婚时拦了你，你便记恨我十几年，娘又怎会害你啊？娘等你等的头发都白了。 老夫人落在他身上的巴掌，都是极轻极轻的。娘，快别哭了。小姑子回来是好事，可不兴落泪。许一婷的发妻，大嫂周氏红着眼睛上前扶起老太太。老太太头发斑白，几度哭得晕厥。许氏心如刀割。第十八章，舅舅听心声，女儿不孝，女儿知错了。许氏跪在堂前，心中满腹悔恨。许家三个嫂子。 纷纷劝道：“云娘，快起来吧，娘最疼你，他日日惦记着你呢。你喜欢的红豆糕和参鸡汤，从你出嫁后十七年来，家中日日不曾断过。就为了你回家，随时能吃上。二嫂李氏端来参汤，这碗汤可都备下十七年了。三嫂伸出食指，戳了戳他的额头：‘你呀你，以后可不许耍小性子了。’” 我们来陆家看你，想给你长脸，结果，你还把我们赶出去。三嫂与许氏同岁，今年三十三，但性子清冷，看起来像朵孤傲的雪莲。许氏出嫁第二年，几个嫂子上门看望她，结果，许家好好一个嫡出姑娘，明媚阳光的大小姐，进了陆家一年，畏畏缩缩的没了主见。婆婆一瞪眼，便缩着脑袋不敢反驳。 堂堂许家嫡出小姐，竟然端着洗脚水给老太太洗脚，三个嫂子气得与陆家理论，许氏竟然偏帮着陆家，把他们赶了出去，至此再无联系。明明身在京城，许氏却单方面与他们断绝了关系，是云娘的错，云娘枉费嫂子们一片苦心，云娘知错了，云娘郑重的给几个嫂子磕了头，倒是把嫂子们吓了一跳。这小姑子出嫁前，可是许家的命根子。 待许家男人们回府，又是一番热闹。老太太醒来，便拉着许氏不肯松手，精气神都好了许多，重新焕发出光彩。许家没有分席的规矩，一家人坐在大圆桌上，热热闹闹的。倒是族中几个孩子，今日皆在学堂，错过了。当年他在门前跪三日，你在家中绝食三日，就为了嫁他。幸好他待你不错，这么多年从未有通房。 老太太坐在桌前，拍了拍小女儿的手。许氏身形一僵，她轻咬着下唇。登之看了她一眼，知晓夫人不愿让家人操心。屋中欢声笑语，陆昭昭却是嘀嘀咕咕的念个不停：“骗子，骗子，我爹是个骗子，呜呜<不>，我娘被他骗了。我爹养外室，外室儿子十七岁，和大哥同岁，女儿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而且。” 还会害得许家满门惨死。呜<我>，呜啪，有人筷子掉了。外祖父撞死在御书房，大舅舅在巫蛊之术中，一力承担罪责，斩首示众。零落暴雨，二舅舅出去赈灾，被人陷害，导致零落决堤，生灵涂炭，被灾民生生撕碎了。三舅舅被人栽赃通敌卖国之罪，死在了番邦。三舅母一步一跪，受尽折辱。 才找回三舅舅尸首，然后抱着三舅舅尸身葬身火海殉情了。三舅母肚子里还有宝宝呢。唉，许三爷猛地咳嗽起来，握着筷子不断的颤抖。他身侧坐着的眉目清冷孤傲妇人，便是陆昭昭的三舅妈，他的妻子。他年轻时骄纵任性，喜欢上许三爷便执意要嫁。成婚多年，许三爷对他不冷不热。 他一直以为，自己要如此过一辈子，殊不知，一切皆从今日改变。许三爷双手有些哆嗦，听得那句“受尽折辱，寻回遗体，抱着尸身，葬身火海”，满脑子都是殉情，腹中有子，怎么了？岑氏看了他一眼，神色淡淡。他贴了许三爷十几年冷屁股，许三爷对他只剩满满的厌恶。许三爷深深的吸了口气，压抑住心底的震撼。 声音抖了抖，却不自觉放低了声线，略显温柔。无事，不小心呛着了。岑氏顿了顿，默默给他倒了杯水，便不再说什么。许家三个舅舅，眼神齐齐落在陆昭昭身上。许家惨遭灭门，陆远则养外视，三个舅舅对视一眼，纷纷瞧见对方眼底的震惊。许一婷没说什么，只轻轻摇了摇头，全程捏紧拳头。 晚上后，没有一丝停留，兄弟几人便去了老太傅书房。你可有听见招招的心声？你听见招招的心声了吗？许二爷、许三爷异口同声。老太傅额间有一丝冷汗。许一婷轻轻吐出一口浊气，恐怕只有我们几人听见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许三爷低声呢喃，眼前闪过妻子的容貌，心头恍然间有着细细密密的疼。许一婷眼眸深深。 没人比他更清楚，此事为真。他想一力顶罪，不曾告诉任何人。这恐怕是上天给许家的机缘，绝对不可外泄。昭昭<朝>，怕是异于常人呐、啊。老太傅捻了捻胡子。老太傅猜测，恐怕只有直系血亲能听见，沾了血缘关系才行。而老太太不曾听见，大抵是因为老太太身子骨不好，常年缠绵病榻的缘故。先派人去查一查陆远泽。 当年指天发誓，求娶云娘，若有愧云娘，我定让她生不如死。许一亭眼底怒意汹涌。姬兄弟彻夜长谈，直到傍晚时，陆远泽才姗姗来迟。按照他对许氏多年的了解，许氏早已替他找好理由，他总会想办法替自己开脱。可谁知上了门，女婿贵人是忙，许家可不值得你跑一趟。老太傅少见的动了怒，娶妻十八年。 他的云娘都不敢回家，陆远则神态很是恭敬。父亲，云娘自成婚后，便不许远则登门，是女婿不孝。他跪在门前，重重的叩头谢罪。陆远则吃了一鼻子灰，眼底不悦。许氏却并未替他开脱。陆昭昭在许家极其受宠，许家两个舅舅，生了五个哥哥，只有许三爷尚无子嗣，陆朝昭,昭算是唯一的女儿。几个嫂子。 抱着亲了又亲，陆昭昭很喜欢许家温馨的氛围。要是爹娘和离就好了，踹了渣爹，该多好啊！小丫头在心底悠悠叹气，可她心里也明白，许氏被迫爱近二十年，一切还需要时机，还需要压断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许氏听得女儿的话，神色黯淡。和离，谈何容易？他那三个儿子，又该如何呢？宵敬前。 陆远则压着火气，将许氏接回府。刚上马车，他脸色陡然垮了下来。云娘，不是说好，暂时不回许家吗？成婚那夜，他掀开裤腿，给许世云看自己跪了三天三夜红肿的膝盖。他说，知晓许家看不起他，他见到父兄时总抬不起头来，心中压抑的厉害，哄得许氏一点点和娘家断联。娘亲，他又要给你洗脑了。 陆朝朝气的大叫，而此刻，第十九章嫁火坑。我为你一句自卑，便不曾归家十七年。爹爹年迈，母亲白发苍苍。陆郎，我为你做的够多了。许氏抱着陆朝朝，捏了捏女儿的脸颊。再者，陆郎，你升迁不易，不若去求求大哥和父亲，他们定会帮你的。许氏此话，激得陆远则面色铁青。 陆远则看中他娘家的关系，但又不愿拉下脸。许氏素来还要哄着他接受许家的帮助，真正是软饭硬吃。男儿铁骨铮铮，怎能求人？况且，我这不是为了给你挣脸面吗？陆远则压住火气，拉住云娘的手，满脸深情。许氏只觉浑身不自在，不自觉抽回手。我父亲乃天子帝师，大哥正二品，我自己也有三品诰命，陆郎。 这点脸面我不缺，我实在不愿你太过辛苦。许氏这话，当真把陆远泽的自尊踩在了脚下。陆远泽浑身都在抖，他觉得许氏变了，偏偏许氏那句“不愿你辛苦”，又好似什么都别变，他依然心疼他，爱他入骨。陆远泽压了压火气：“云娘，我近日朝中有事，大抵需要拿些银子打点，若是有奇珍异宝，便更好了。”许氏嫁妆丰厚。 这些年拿出不少私房贴补陆家，陆家那点家底寒酸至极，就连陆家的大宅院，都是他进门后翻修的。许氏点了点头，登之将库房钥匙给他，这是陆家库房钥匙。说完，捂着嘴轻笑一声：“我呀，就不拿私库钥匙给你了。私库是娘家给的嫁妆，用我娘家之物。”陆郎心里又要难受，陆远则嘴唇动了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 他想要许氏的私库，可他想要许氏求着他收下，而不是自己讨要。陆远则寻了个理由离去。他似乎越来越沉不住气。许氏回府的路上，便瞧见有人抬着贺礼，一路朝着江家而去。江家狄姑娘定亲，撒喜糖了。江家门前大肆撒糖，众人蜂拥而上。哎呀，是那个与陆家残废定亲的江姑娘吗？有人大声问道。 丫鬟端了个大篓子出来，笑眯眯道：“今日姑娘定下良缘，寻得佳婿，皆秦晋之好，恭祝我家小姐，便有红包领。”说完，抓出一大把铜钱，众人顿时恭贺起来。陆家残废，怎配得上江姑娘？退了好，退了好！众人纷纷鼓掌。许氏气得双眼泛红，胸口不断起伏。江云锦，定的哪家公子？ 许氏咬了咬牙，就连陆昭昭都睁开了眸子，登职打听回来，神色畏难，满脸愤恨。是，是上个月刚中秀才的陆，陆景怀，还，还是侯爷亲自做媒，说是他远方表亲。许氏浑身脱力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是故意要夺去我而助力。许氏指甲深深的掐进肉里，他要剜我的肉啊！ 他要挖晏殊的心啊！他将晏殊的嫡妻说给外世子，这一次许氏近乎恨毒了他。他甚至亲自做媒，难怪最近缺钱，需要打点。定亲可不需要大量的金银模，以及各种奇珍异宝。他可真是好样的，拿嫡妻的嫁妆养外世子。许氏抹了把泪。陆婉意呢？他回清溪之事，可查到了。许氏气到了极致。 他神色都泛着几分冷意，登之迟疑了一瞬，说：“奴婢并未打听到他回清溪，他一直在京中，从未离京，且采购了许多婴孩所需之物，还去金铺打了一套婴孩的金手镯、金项圈、平安锁。”登之担忧的看着他，夫人几乎众叛亲离，整个陆家全都在骗他，许氏已经哭都哭不出来，心里痛苦到麻木。 当年那个抱着他腿的孩子，终究，负了他。娘亲不哭，娘亲，昭昭爱你哦，昭昭带你躺赢，昭昭可厉害了，昭昭超厉害的好吗？陆昭昭撅着粉嫩的嘴，朝着许氏啊呀的喊，一本正经，格外认真。许氏贴着陆昭昭的小脸，幸好，还有昭昭。娘亲，新科状元爱打媳妇儿，乡下有个发妻。 被他生生打死，你上辈子劝阻陆婉意，陆婉意以为你嫉妒他，他为此极其恨你。后来，后来他画烂了娘亲的脸，呜呜、嗯，小昭昭心疼极了。许氏还想听，却又没了，只仅仅记住了这几句。刚回府，陆婉意便期期艾艾的寻了过来，嫂子，你，你可打听清楚了？陆婉意面色羞红，那一日，他便看上了状元郎。 许世平退了下人，才道，婉意，你可是动心了？陆婉意羞涩的看了嫂子一眼。嫂子，他跺了跺脚。许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漠然的看着他。上辈子帮你出火坑，你却生生划烂我的脸。那，这辈子就嫁进去吧。我打听到，那新科状元幼年订了一门粗鄙不堪、大字不识的童养媳。陆婉意轻轻皱起了眉头。 但那童养媳莫福气，去年病逝。只是乡下有些传言，说状元脾气不好，总是骂童养媳。婉意怕是要吃苦头。要不算了吧，嫂子舍不得你受气。许氏似乎不太满意。京中公子极多，总能找到配婉意的。陆婉意眼眸亮晶晶的，拉着许氏的手晃了又晃：“嫂子，好嫂子，男人的脾气，那叫男子气概。” 再说，童养媳莫才貌莫家世，甚至不识字，她笼络不住男人，是她莫本事，是她活该。男人打女人，定是她犯了错。婉意，有这个本事，有这个信心。陆婉意微昂着头，她容貌不俗，怎是童养媳可比的？这女人管不住男人，从来就不是男人的问题。陆婉意瞥了她一笑，嘴角笑得微深。许是死死的咬着牙。 还是再相看相看吧，男人才情官位不能放在第一位，要看品性。许氏故意与他对着干，不管，我就嫁他。我去寻母亲，嫂子不同意，母亲定会同意。陆婉意对此满意极了，当即便匆匆出了门，朝着德善堂而去。哦豁，跳火坑，跳火坑！陆昭昭欢喜的直咕噜咕噜口水。第二十章，长公主怀孕。入夜。 许氏被请到了德善堂，老太太想要许氏去探新科状元顾林的口风。虽然老太太是陆晚意亲娘、啊，可她已经老了，如今许氏又是三品诰命，自然能给陆晚意长脸面。许氏直言，她不看好顾林母亲。顾林虽有才华，可他不堪未配，婉意值得更好的。娘，婉意嫁给他，定会后悔的。婉意是我一手养大。 我还能害了婉意不成？许氏甚至大声阻止，府中许多人都曾听见。你养她又如何？婉意不是你肚子里出来的，你怕是记恨晏殊亲事被退，看不得他好。两人闹得不欢而散。此事府里众人皆知，而许氏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他得把自己摘出去。第二日，老太太便请了人去探口风，此事极其顺利。顾林无权无势，能娶得忠勇侯府嫡女。 那已经是高娶，当月便请人交换更帖，定下亲事。陆婉意已经十九岁，年后便二十，直接定在了三个月后。亲事有些急，可见陆家的急切。府里言笑晏晏，众人欢欣雀跃，唯独许氏面沉如水。所有人都以为他不满意亲事，只有陆昭昭知晓。他娘每天晚上做梦都笑醒。春去秋来，陆朝朝已经五个月，脱下了厚厚的袄子。 换上了薄薄的小裙子，露出了藕节似的白嫩胳膊，看起来娇娇软,软软的，像个白面团。眉心一抹红，衬得她犹如小仙童。今儿七夕节，好想看灯会啊！好想好想出门。昭昭还从未出门过呢。陆昭昭听得外头丫鬟的声音，心里碎碎念个不停。他发现自己渐渐能发出声音，只是发音不太准。他现在坐得很稳，因着娘胎里养得好。 又能吃能睡，也能稍稍爬一段了。夫人，夫人，长公主来报信，说是，说是怀上了。登之急匆匆进门，满脸喜意。许氏猛地从榻上坐起来，真的。说完便双手合十拜了一拜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玉儿这么多年施粥赠衣，行善无数，成婚十四年，终于怀上了。许氏喜极而泣。 他父亲是太傅，时常带他入宫，一来二去，他和长公主自幼关系就极好。快，让人送贺礼去！可有给宫里送信？许氏满脸欢喜。送了，送了。长公主怀孕刚满三个月，胎刚坐稳，报信头一个就来到咱家，第二个才进宫呢。登之也不由好奇，长公主好似格外看重夫人，连怀孕第一个都报给侯府。许氏愣了愣。 怀孕多久了？满打满算，今儿正好三个月。登之还仔细问了时间。许氏猛地朝陆朝朝看去，陆朝朝坐在床上，正津津有味的缩手指呢。许氏张了张嘴。三个月前，长公主问昭昭要了个孩子。对了，公主还说要给小小姐送份大礼道谢呢。登之有些好奇，公主为师嬷要给小小姐送大礼啊？许氏眼皮子跳了跳。 他莫名的不想让昭昭名声外泄，至少，不是现在。他抬头看向窗外，繁花似锦的侯府依然绚烂如常，可他已经开始防备侯府了。长公主与昭昭有些缘分，此事不可声张。他还记得，他的昭昭出生时差点丢了命。登之点头应下，许是想了想，玉儿这一胎难得怀上，他到底要亲自走一趟。正好这会儿陆元宵下学堂。 他每日都要来妹妹摇篮前背书。元宵，今儿要麻烦你看着妹妹了。妹妹会爬，当心她摔下床。娘大概晚些才能回来。许氏知道他和妹妹关系好，当即笑着道：“陆元宵眼睛一亮，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照看好妹妹。”元宵胸膛一抬，哈，虽然背书背不过妹妹，可是他是哥哥，哈哈，这是他在妹妹面前。 唯一的自信了，唉，在妹妹摇篮前背了三个月书，他学了个半懂；妹妹学了个十成十，他简直不敢想。若妹妹进了学堂，该是怎样的大杀器？他莫名同情妹妹将来的同窗。招潮妹妹，三哥又来看你了。他还未进门，就听见了妹妹的碎碎念。他左右看了看，丫鬟都在门外。想不想出去玩？你若是亲亲三哥。 我就把你偷出去，怎么样？陆元宵笑眯眯的，八岁的小哥哥笑得像个狼外婆。哥哥哥哥哥哥哥，亲爱的三哥，求你偷我出去吧！陆朝朝快被憋坏了。今儿七夕，他也好想去看狗男女。啊呸，想去看少男少女。他伸出藕节似的白胳膊，朝着三哥探出手。陆元宵将他抱进怀里，怀里重重一沉。好家伙，三哥养着身肉。 总算找到了用武之地，陆元宵只觉怀里抱了个香香软软的宝贝，木、嗯、啊！陆朝朝亲了三哥一口，给他脸上留下了一长串口水。三哥眉眼弯弯，妹妹好香好软，还不够、哦，再哄哄三哥。陆元宵故意逗他，陆朝朝缩着手指头，小脸皱巴巴的，想了想，才恋恋不舍的将手指头拿出来，滴答滴答着口水，一脸不舍的递给三哥，那。 中午我抓了碗，手上还有点肉味儿，那就分给你吧。大眼睛抗议的瞪着三哥，脸上满是不舍。这可是他瞄准了好久，才抓进肉碗里的。哈哈哈！哈陆元宵瞧见伸到眼前的手指头，差点笑疯了。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三哥不和你争啊。眼泪都给笑了出来。天哪，他妹妹怎么这么可爱？陆昭昭咧着没牙的嘴，又塞了回去。 招招要少缩手指头啊，手指头会变小，会泛白的。陆元宵给他收拾了两件衣裳，天气有些热，又给他换了尿布。如今他做起这些，极其娴熟。他打开门，对着绝下和映雪道：“妹妹要午睡，我在屋中陪她，无事不要进来。妹妹午睡时间长，正好偷溜出去。”丫鬟应下，他便关了门，将妹妹背在身上。 鬼鬼祟祟的打开窗户，从窗户跳了出去。哟呵，自由的气息，出发！陆昭昭欢呼雀跃，大眼睛都涌动着光芒。